我们先请娜娜，等一下是摸摸她的那个，我们先摸肩膀哈，用摸肩膀了就好。好，어깨를좀만지시면은이제선택하는걸로하시겠다고。答案，不能偷看，不能偷看，不能偷看，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눈감아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闭上眼睛哦，请闭上眼睛。等一下，我好奇的是，等一下 ，Seho 跟娜娜不是 One Day Couple 吗？所以你们现在两个变 One Show Couple 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啊。아무래도대만에서살아야될것같다고좀전해주십시오。哦，住在你家？可以啊，非常欢迎。住在你家？我们在家每天都吃韩国料理。对对对，刚讲，他家是开韩国料理餐厅的。哦。其实你어떤한국음식을아는지 Do you know Korean food?Yes. What's food? Please tell me. Bibimbap. Oh, bibimb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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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也喜欢 bibimbap. 불고기. 불고기. Okay, okay.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保护娜娜。对啊，感觉他们已经不让他选，有一些暧昧的，更不让他选，已经动真情了。然后呢，我还问娜娜，她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然后她说比较体贴的，她马上就比如说端盘子给他，拿给他。是因为这个节目，因为 roommate 的关系，然后所以才认识娜娜吗？哦，그전에도이제오고가면얼굴보고인사한적은있었어요제거지交이제룸메이트를하면서아주많이친해진거죠룸메이트를하면서제매력이조금빠진것같습니다好像是一起录节目之后好像想怎么等一下有什么秘密啊可以讲我们都听得懂我们喜欢上我这样两个人因为两个人其实在节目中是one day couple 嘛对不对那目前为止两个人的那个相处起来默契感觉怎么样哦잘맞아요我给시작预备roommate 有差距看来最后没有搭到对差一点点아니잠깐만요 one more time 我们刚刚第一段没看到开始不错的，既然默契这么不错，因为两个人是在里面是 one day couple。我们今天来到节目里面呢，要测试 one day couple 的默契。哦，嗯，说不定你们刚刚那段其实排演了两年。对啊，我们刚休息室在旁边，他们都不让我们进去，我说他们在里面练习。啊，那이거는연습한지벌써6개월이상된他说已经一起练习了六个月了。六个月，真的耶！需要这个需要六个月来练。이거말고도练很仔细。이게이게이거말고도또다른것들이한400대가더있어400개가뭐예를들면시작뭐뭐오케이오케이뭐이것도있고分着来没关系我告诉你在这边秀没关系我们等下直接分队来测试一下默契因为其实我们三个一起主持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三个人默契也很好对对对你是说我们要跟他 one day couple 吗你要问我的意见没有，你帮忙测试一下他的默契。我还要跟娜娜在一起啊！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行啊，我们三个主持人一对，要测试这个 roommate 里面所谓的 one day couple 的默契。OK， 好了好。那分队的话，孔令奇也跟他们一对。对，因为孔令奇是好朋友嘛，对不对？好吧，那就你们三个一对，然后我们主持人一对，台湾代表。哎，对，好，那我们现在马上进行第一个默契游戏。第一个游戏呢，我们要进行很简单，就是用吸管传橡皮筋。哎呦，三个人这么短，哇，那个吸管好像是可以空气互相交换的耶。哎呦，天哪！传过去好不好？我们是同一队玩吗？对，同一队玩，限时一分钟之内看哪一队传最多条橡皮筋。真是便宜你们两个人。对，便宜我们两个。你们藏一点吸管给露露啊。干嘛这样？好，加油好不好？这个是很简单的默契游戏，而且就是如果够熟的话，其实就不用怕嘛。亲到一下有什么呢？对啊。是 couple 有什么呢？对呀。试一下，有可能碰到啊。Understand? Okay. No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男生当然 no problem， 女生有没有 problem？ 紧张。紧张哦。加油。나때문에加油。나때문에중요한건因为我吗？哦。哦，也
情侣带哟。哪一次？哎呦，没有没有，默契有问题哟。看来我们有机会，对对对，我们等下就牙医啊，什么都过了啦。好好好，大家加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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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们现在已经输在起跑点了。好，那就欢迎 roommate 队先攻。计时一分，要先试一下吗？要先试一下吗？好，来来来，我们先暖身，暖身试试看，好，来暖身一条，好，暖身。发出很可爱的啊，这样就不算了，这样就不算了。大老师们，大老师们能冲不起。孔令奇，不要故意哦。然后给你是不是？嗯，对对对，然后可以给你是不是？我接着就好了。哎，没有没有没有，可以了 ，OK。OK， 暖身完毕喽，可以，可以暖身完毕，我不会故意的，拜托。对，相当于我会咬赢。OK，、嗯、好，计时一分钟 ，One minute，Let's go， 一分钟啊，시작 ，Fighting， 哎呦，很顺，很顺，很顺哦。娜娜为什么越蹲越低呀、啊？有顺哦，有顺，三个喽，越来越顺喽，三个喽。娜娜的侧脸真的好美哦。哎，第一棒很啊，哇哇，要掉哎，还有三十秒，三十秒的。我有发现好像。孔令奇，孔令奇是高中生。谢谢啦，谢谢。哎。One day couple 的默契真的好像比较好哎 ，couple 的默契好像真的比较好。第一棒、第二棒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哎呦哎呦，七、六、五、四、加速加速，三、二、一，时间到，几条？来算一下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条的成绩其实好像我们应该可以超越，应该可以，相当普通的成绩，对，就是不上不下，没有说它有太差。对啊，八条六十秒来算的话，几秒一条？六十除以八是多少？八七五十，七八秒一条，七八秒一条，对啊，一定 OK 的了。对啊，对啊。好，那接下来就换我们主持人队进攻啦。好，环境，OK， 对，对，好，环境，六十秒，六十秒。怎么我觉得我特别短了、啊，是不是？我喊干啥、啊？你那个每个人都一样啦，你不要去抱怨。我可以换一个长一点的、啊。你们这样对我很松，你们这样很脏人，知道吗？有长短之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长的。好，真命。好吧，直接开始六十秒。好，预备。等一下，我们是不是也要暖身一下？怎么暖身啦？怎么暖身？你站这个姿势已经很够暖。Here we go， 预备。快点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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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哦，没有诶诶，有没有这个靠近嘞？有没有？来一，哇，很认真的、啊，来，你看你哦，好近哦，好近哦，哎，两个。哎呦，只有剩三十秒了、哦，到底怎么样呢？三十秒，我在这边等待。哇，露露，你这个眼神呐、啊，哇塞，再来哦，哇，好陶醉的样子，露露。好，还有多少？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呦，几条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来算一下，怎么感觉我们输了？一，对啊，这是你们两个。二，烂东西。三，四，五，六，好，啊，六条。你们就要跑嘛，你就要躲我嘛，你就要躲我嘛，哈。不用。没有，我们真的老实话没有玩好，没有对啊，不是我没有玩好，哎，你们两个要今天跟娜娜传的话，肯定是。
十条。哎，没有，我们跟娜娜，我们跟娜娜船会犯规啊，因为我们会把这个吐掉。吓你！我们是客人。那个成绩我们是六条，然后 roommate 队是八条，所以恭喜 roommate 队。默契不错，默契不错。那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刚是让他们的啦。对啊，拜托我们的默契。对啊，我们的默，他们是客人啦，我们第一关必须要让他们让他一下。啊，可能啊 ，game 都是。还有游戏吗？还有游戏，不要那么简单走，马上进行下一个游戏。好，第二个游戏呢是刚刚那个游戏的进阶版哦，因为这个游戏呢非常简单，吃饼干哦。게임을진행하도록할텐데아까봐도这个饼干설명안해도알것같아요什么游戏오케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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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来厉害啊저희한국에도이런게임있어요就同样的游戏他们玩过吗他们两个练过吗저랑나나랑우리해본적없어我们两位是没有都没有玩过没有玩过玩过是两位是没有哦那我觉得我来一个建议就是有经验的人应该教没有经验的人对啊哎我好像也没玩过哎你没玩过，那你来录影干嘛？你出去啊！我们发另外一个。你是主持人哎，我发另外一个啊，好不好？我第一次在这边玩不行吗？奇怪。好，那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呢，等一下呢，我们就分因为都两队都有一个女生嘛，那就分别跟两个男生咬，那哪一队加起来最短就获胜。OK。好，那我们先马上来这个我们先示范好了，我们先示范好了，好不好？那我跟露露先啦，我们先示范，对啊，好不好？要咬哦。好 ，OK。来啦刚刚那个我们玩太多，就是做效果做太多，就输掉了。对啊，好来，你真的要咬哦。好了，认真哦。有点好担心这个画面了。对啊，好紧张哦。我是吃这个，这个是吃，这个两个。我就想说，你会找我玩第一个一定油炸。对对对，啊，油炸你！哎呀呀，啊，油炸你！好，好吧。他坏坏。Please come to Korea. Hey, go to Korea. Together, combi. Together, combi. Okay, thank you. Right, right. 两个超没默契的。算了算了，超级没默契。我们一组好，哎，他们还要再挑战。来了来了来了。好。咬一咬就过了，是你。来哟来哟，性感的露露，你们俩干嘛要抱啊？哎。为什么要抱？为什么要抱？算蛮短了吧？哇塞 ！OK， 两下。One, no three. 三公分，三公分。3.2 cm. 好 ，3.2 cm. 三点二。OK. 3.2. 孔令奇跟娜娜先来。对，这样好一点。好，小心哦。好了，刚刚 CEO 说要小心一点哦。小心哦 ，CEO 在跟旁边看你哦 ，CEO 旁边看你哦。快点，我要看着你哦，不要太近哦。好，预备 ，Ready, Go. OK.到底 roommate 成员娜娜有机会能赢吗？而她能克服害羞和 one day couple 的时候，一次就成功吗？广告回来，你千万不能错过哦。